为什么回来了。我觉得我还是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，就是喜欢吧，这玩意儿就是命的。这个番茄蛋我拿走了，因为我不吃香菜。今天其实我回来之后是以一种大碗宽面的心态，我也希望有我在的时候，我能够为这些热爱说唱的选手们也好，这个圈子也好，提供一些东西。